5年前，科学家们发现太阳急速衰老，它将在未来几年里突然爆发并吞没地球。但人类并不甘心就这样灭亡，人们实施了方舟计划，建造巨大飞船逃离地球，然后方舟离开了，而我们留在地球上，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。Science. This is Mission Control Houston.